抓帅一点的。好，我会，我会抓超帅的，好不好？都是我心目中最帅的那一种，可以让你们闭嘴，我就很开心了，可不可以？抓了至少可以让你们不要再讲这些有的没的吧，好不好？受不了欸，就是有这么急吗？有这么急，按部就班的很难吗？看来是很难，所以说你们才会一直吵，吵死了。抱歉，来晚了，对，来晚了，没关系。不要，我就是要一只。南方我就只看到那一只而已，就那一只而已，没有别的了。再吵就没有了，好不好？再吵就没有了。再吵就没有了，知道吗？我觉得我们还是带我们的，还是带我们的阿根廷去好了啦。阿根廷的力值比较高啊。我狮鹫兽都还没练满，就被吵的要去抓南方巨兽了。吵死了，到现在还不敢完全的进去耶。哎，我们要不要存档先进去看一下？既然都来了，好不好？等我一下哦。四号力战王娜娜，哪里有力战王娜娜？什么东西？会不会怎么样啊？这里。哎，为什么那边有一个很像箱子的东西啊？哎，屁啦！这根本就……哎，那边有一只狮鹫兽，好漂亮哦！可恶，不是抓它算了。还有这样子的，好哦。这个是雨暴龙吧？是不是？啊，这是斑龙，斑龙的图鉴。但我可以穿出去吗？哇塞！哇塞！作弊啊！哈哈哈！好玩，好玩。等一下。刚才这张图没有做好，我可以从这边窥探世界，你知道吗？我造物主呢？啊！你被造物主啊！干，笑死！哎，大哥，我错了好吗？我死掉了！你先死掉了！啊！原来我们的祖先已经用过这一招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们的祖先好聪明啊！等一下，这是不是可以拿来当一个？天然的啊，我们只要稍微盖一下就好啦。这个它咬不破啊，顶多就是咬门而已啊。我觉得这顶多就咬门啊，对吧？哦，不要这样子的，哎，你不要给我掉到无底洞哦，我会很伤心哦。他完全不甩我，他把我当垃圾一样，有没有？他在回血。啊！哦，有痛有痛！啊，超痛的，我这只要死了。差一点啊！干，老师嘞，这边啊，我揍人哦！故意的，是故意的。这家伙绝对是故意的，好不好？没什么好讲的。要的不是你们呐、啊！来了来了！哦不不不不！哦 ，none， 水啊！买大送小，这不是我所想要的买大送小啊！99。Nolo Life 呢是个手机直播平台哦 ，Google Play 跟苹果上面都可以下载啊，手机搜寻 Nolo Life 下载以及注册啊，就可以进行观看了。
那如果要找到我的话呢，在这个平台上面输入 ID 8246644、哦、你们就可以看到、哦、我们右边这边有一个看起来非常给拜的照片，没有错，那个就是我、哦、啊，那边有一个追随，大力的给他按下去就对了啊，死命的给按下去，可是只要按一下就好了，拜托不要按两下，不然会取消追踪、哦、拜托了，关怀老头好不好，老头弱势关怀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我们 NONO LIFE 不见不散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好的。哎、欸，干！为什么卡住啊？大腿喽，麻醉正在掉，帮他回补一下。然后呢，我们大家跟停在外面太危险了。谁咬我？看山小哦。要不要跟你连？不要闹哦，我现在很忙哦。啊，一块大腿肉站起来了，果然是十倍啊！我的天啊，他吃了几块大腿肉啊？好像只有一颗而已耶。好，我们顺便带这一只还不错的，不过这只好像也是母的哎，所以说没有办法繁殖啊。喂喂喂！啊，感谢杰森，谢谢。啊，好累啊！突然觉得驯服他们是一件需要集中精神的事情啊，一松懈就开始有点稍微疲态了。狮就抓了吗？抓了，抓了。今天大家想要抓的东西，我基本上都入手一半了啊！啊，你就乖乖在这不要动了，知道吗？南方抓到可以坏坏的，哦，可以派南方去打 BOSS 了，你知道吗？把南方练高一点。哎，对了，讲到这点，我说南方抓到之后会被削弱嘛？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血量变多少了。哦，本来八万啊，南方驯服过后整个被削弱，只剩17000。哦，以前早期的方舟呢，南方巨兽龙抓到的时候是真的原封不动，就是给你这个血量，原封不动的给你这个攻击。但是呢，啊，现在呢被改成说，只剩下25%的威力啊。驯服过后的这个南方呢比较温驯，所以说呢。抗性以及攻击力呢会大幅下降，哦，只有30，呵呵，哭哭哦，很可怜。